台南大爱幼儿园这群孩子们由家长陪伴下一同浴佛，透过这么就是很庄严的浴佛的一个过程，让我们就觉得说感受到自己身心灵都觉得很舒服很平静。还有刚坐完月子的家长为了孩子也来参与，我今天浴佛很开心，因为妈妈可以来，本来我觉得妈妈不行来，只能爸爸陪我而已。向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一顶礼顶礼，感恩爸爸妈妈阿公阿妈，以跪拜感谢亲恩，还奉上茶水，这时家长的眼泪止不住。奉茶跟送卡片让我真的觉得很感动，觉得我的小孩真的长大了。用小小手还跟家人一起做卡片。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小朋友聊互动，感觉很高兴。祝福妈妈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。孩子献上祝福，展现对爸妈的爱，更要把这份爱延续到每一天。大爱新闻之夏美志工童素娟、梁炳清台南报道。再看马来西亚麻坡慈济浴佛典礼。